Hello， 那个猪林开卖了哈，一只250。然后先就伤脑筋啦，没关系啦，你们如果要看看影片，有办法挑，我再帮你挑啦，不然。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啦，其实我们这两天有好几个客人这样了，有的客人要找，比如说我刚刚影片里面拍那只红白，然后有一个客人要那一只，第一个拿走了，但是第二个、第三个也是要那一只，所以就啊，第二个、第三个我就要重帮他找鱼，再重拍影，帮他挑，挑完放在小缸子里面，然后问他好不好。那有的客人说啊，那一只要换什么，再拿来再换，然后再回去再拍第二次。甚至有的客人换到第三次的哈，啊，所以这个实在是，哎，所以这样好了，你们先不要影片挑鱼了，好不好？就这三天连假再过后以后，我再补拍影片，好不好？因为要不然大家有时候挑的都是重复那几只，然后后面每一个都要换，好，就虽然那个。做生意赚钱不能嫌累，但是有的时候忙的时候，就是真的两只猪林500块，一只250啦哈，来店自己挑。有时候两只猪林500块，有的客人换到第三次，你知道哦，啊就真正盖模型啊哈。欢迎来店自己挑自己选啊，要宅配的我下礼拜再拍影片，好啊，当然来店选店的生意啊哈。好，拜拜。